现在比较行动不便呢。来，好。阿公，阿春梦呢？又放鱼啊？啊啦！又放鱼啊？不用放鱼。不紧张吗？不紧张啊。挺一白超飞不扬机哈。挺一白哎。挺一白哈。去三白哦，还有去金门、去韩国。哦，我只记得你说他去韩国那一次，就他十八岁那一年的第十九岁那一年第一站就是这边，对对对，来这边报道，所以他是从头出发就对了哈，对，从这边开始出发，送爹欢迎伊个 video， 乖乖老老皮，啊，平平健健，平平安安健健，健健康康的，哎，代表讲座，哎，辉生，祝福你。一路平安顺利，好，快快快乐乐去，平平安安回来，把你的记忆完整的，把它转成开讲的，好，做个记录，做个影片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啊！好，加油。